家好，我是吉吉，今天我们来做红糖肉桂卷。煮面团部分所需要的食材有面粉、酵母、糖、牛奶、鸡蛋和融化的无盐黄油。取130克30度左右的牛奶，加入酵母融化。拿出一大块黄油，取45克，待会儿我们加热融化。另外再取50克无盐黄油，放置室温软化，待会儿我们做夹层馅料的时候需要用到。将所有的干性材料倒入面缸当中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刻入一个鸡蛋，加入融化的无盐黄油，加入融化好的酵母液，打开厨师机，我们开始和面。红糖肉桂卷属于甜味面包类，所以我们的面团也需要打发到完全扩展阶段。用中低速搅打面团，并要控制好面团的温度，不要超过26度。停止搅打，面缸周围用刮面板刮干净，同时把面团的顶部和底部换一个位置，这样我们的面团会搅打得更加均匀。机器的揉面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，直到我们的面团拉出漂亮的薄膜来。整理一下面团，我们进行第一次发酵。发面的同时，我们来做红糖肉桂卷的馅料。取出软化的无盐黄油，这里我用刮刀把黄油打散，你也可以用打蛋器来完成这一步工作。红糖分2次或者3次加入到黄油当中。有了红糖的参与，黄油会变得柔软和湿润，越来越好操作。分2次加入肉桂粉，继续翻拌红糖肉桂馅料。
翻拌好的馅料是比较浓稠和厚重的。我们盖上保鲜膜备用。面团发酵好了，我们开始制作肉桂卷儿。用手轻轻地按压面团，排出大气泡。我们把面团擀成大约40×20公分的长面片，面片的厚度大约在半公分左右。把做好的馅料均匀地铺在面片上。我们可以借助于刮板来卷起我们的大面片。我们把卷好的长面卷儿分割成10个4公分左右的小面卷儿。分割面卷的工具，我今天用的是一根结实的细线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我们的面卷的切割面非常的漂亮。把烤盘刷上黄油，把一个个可爱漂亮的红糖肉桂卷儿放到烤盘当中，进行第二次发酵。这单独剩下的一个，我用蛋糕纸来烘焙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做糖霜部分。30克的奶油乳酪当中筛入糖粉，用刮刀翻拌均匀。随着奶油乳酪与糖霜的混合，我们的奶油糖霜变得越来越顺滑，看，像美丽的白色丝带。
把制作好的糖霜放到裱花袋当中备用。哇，我们的红糖肉桂卷出炉了，太漂亮了！在烤制的过程当中，满屋飘香，很有节日的气氛。红糖肉桂卷是甜味面包的一种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肉桂粉和红糖的配伍，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。酵母发酵后的面皮裹上红糖肉桂的混合物，卷成卷儿分割，你可以烤，也可以油炸，放凉后装饰糖霜或者奶油霜，你也可以用不同口味的果酱来装饰，都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节目，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并为我点赞，下期节目再见。